开始叫的。Hello, hello, hello, 大家好。哇哦，这边的人，耶，晚安。耶，这边的人，耶，晚安。哦，那边的，耶，全家的，耶，耶 ，OK， 好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耶，大家都高兴看到各位啊，这么啊壮观的场面啊，不错不错。耶，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哈，像这种天气，耶。不过呢，心情还是要保持热热的。来，田花生有没有保持热热的？啊耶，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村长耶，大家酷啊酷啊耶、OK， 大家都吃饭了吗？有，有的哈、哦，好，有没有没有吃饭的？哦，帮不上忙哦，你以为我会给你钱呐、啊？啊，我们那边有芦苇摊呢、啊，好 ，OK， 高兴这个礼拜我欢迎大家来到田花村。那今天呢也安排非常好的啊两组歌手在这里，啊非常优秀，嗯，优秀到，已经是到那个什么，已经是升华的吼、哦。那今天呢一定会让大家听了之后呢，一定会让你的身体心情蒸蒸日上，而且呢会晚上睡觉会生龙活虎，啊会风调雨顺，一定会改造你的那个血液循环了、啊，村长讲的。就你今天只要听到村长讲话讲这些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明天不要看医生了，礼拜一一定要去挂号，因为今天会喝酒 ，OK。不过呢，酒还是不要喝太多哈。那你如果戒不掉的话，吧台还是有酒啦，消灭它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完了，好 ，OK。就今天比较延寸会少十分钟，好。OK， 那今天的门票100，我没有付任何饮料，要买自己到那边买。那位置上呢，不能够抽烟，唯一抽烟的地方在那边哈，那个布告栏那边，那个水泥地那一整块都是吸烟区，你在那边一次抽5根10根都没有关系，但烟抽完烟蒂不要丢地上。然后呢，很重要很重要，虽然说口罩都已经解封了，那不过呢，咳嗽。打喷嚏、哦、一定要嘴巴捂起来，好不好？捂的时候要五指捂，不要用两指捂，那不是在抽烟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厕所优秀的厕所也在那边、哦、先男生，哎，不是，先女生再男生，这样了解吗？常遇上这样子，啊，你了解不？ Yeah， 今天是我最好的台湾话，嗯 ，OK， 阿弥陀佛， yeah. 好。那今天手上有盖章，大家随时可以出入那个入口。我们铁花村也有文创商品，你可以从这边或吧台那边，你只要把那个手上的章啊给我们工作人员看，他就会让你住啊进出那里。好、哦，今天的天气会有一点不能也不算太热的哦，也不酷啊 ，OK， 都 OK。好，那大家希望都身体都健康。那啊对吼、哦，今天上半场是温情耶。Yeah，温馨美丽又爱情盛大的一天 ，OK， 呀、yeah, ，他是来自南投，他是赛德克族，赛德克族有知道吗？哦、，OK， 好，那我就不多说了哈。好，赛德克族，他今天也带了他的创作，是个非常狼角色的女孩子，不是很角色，是狼啊，来到铁花都是狼角色才会上来，很角色就是啊，扑通扑通啊。那下半场呢是 Yes。怎么拉塞耶、yeah ？那个逸翔、哦、他以前在台中大学的时候，他也常常来铁花村这边唱。那今天跟着那个优秀的 DJ 叫 Weven 在这里，台湾组啊，台湾电音 Party， 大家就不要吝啬自己的身体、哦、就好好跳哦，就那个什么啊，这种天气就是要跳要狂啊。如果要身体不舒服的，可以把它当那个电音趴的音乐当作是附件，一定会让你很好 ，OK， 好不好？好 ，Yeah， 好 ，Yeah，OK。最后呢，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Yeah， 来铁花得永生 ，OK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掌声欢迎文庆 ，Yeah， 漂亮，文庆，我还是要撒花给你。